现在什么状况？现在什么状况？我都陷下去了。你脚进去了、欸？下去。你们在种田吗？好深、啊。好饿哦。小鬼你好厉害哦！小鬼好厉害，小鬼你刚回来，真的哦！帮我拿着，我去救他。我拖鞋断了，拖鞋断了。他们拖鞋断了。等一下，我真的起不来。徐阿伯，不要动啊！我不敢过去，你知道吗？阿伯你好好笑。还在救我的拖鞋啊！我的鞋子救不回来了，不见了，好疼啊！啊，没有拍那个超恶心，那个太痛了。我三滴，哎，你裤子拉一下，你怎么矮了一截？你起来啦，你都已经快看不到人了，你。我们这里很安全呢。对啊，我们超安全的。你踩石头啊？哪里有石头啊？没有石头吗？有一颗，有一颗过石头。我要把这只脚起来，另外一只脚就会陷下去。有有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另外一只脚在里面啦、啊。你再试一试看看。那裤子先用起来。它只能承受40公斤重量，所以它一只脚一踩下去就倒了。我不行。好痛！好痛！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。你成功了哎。七滴哎！阿伯站起来，又下去了，他又下去了。我是八鞋，我是八鞋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手表下的。那是新鞋子吗？我们现在陷在流沙里面，你知道吗？看我们高兴一下。iPhone， 张妮啦，张妮回来吗？他是拔鞋子，我的鞋子救不回来了，算了。裤子毁了。我这件裤子是阿伯，